人家用木叶丸在刷，你的对手离开了游戏，获得胜利。你给了停啊！我让你送人头，你真送啊，哥哥，你别这样好不好？我都没有打了，你上来就直接就送。班带什么？告诉我，朋友们，班带什么？谁告诉我？咱们用班带什么技能？别刷礼物了，别刷礼物了，好吧，朋友们。反正不开王者吧，王者现在不能直播。班飞阶带霸体，别闹，哥哥，飞阶怎么带霸体？气旋，班带气旋。气旋，班带气旋，啊！对手已经掉线啊！什么鬼？你给他顶！我天哪，兄弟们，连赢两把，不用动手，连赢两把，你给他顶！你这么玩我就生气了啊！年轻人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再这么搞，我就真的就生气了啊！二带霸体，哎呀，我不想带霸体，哥们儿，霸体不好玩，不带霸体，就带这个飞剑，这是带霸体，没有这个水盾可好玩了。真的兄弟们，我借了个水盾的视频，好吧？人家修得可骚了，嗖嘎嗖嘎嗖嘎，那个人就在那一直弹，就掉不下来的是吧？掉不下来，贝壳换熊猫，贝壳换熊猫，来，老铁哥我送个，真的假的？感谢大哥，哈哈哈，感谢大哥送的人头，等得我不好意思了都。呀，自来也，鸣人，疾风，人机，用疾风传给我打，兄弟们，我的天哪，你说的，哎呀！老梁，关键是你不会秀啊！他现在能不能给你练？他不会秀，还不能学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我烦死了，这个自来也的技能好烦的了，看见没？快把我搞死了，天哪！我有点烦死了，妈呀，他的攻击距离也太大了吧！我天哪，就这样自来也就这么玩就玩死了，对不对？我去，大蛤蟆把你咬死了，我的天！你三八鬼，大哥，这个自来也什么鬼？我的妈呀，我真的是醉了，兄弟们！这也能行，天哪，别人不要闹好吗，哥们儿，天哪，用大蛤蟆硬把我咬死，这还是个粉丝。哎呀哥们儿了，我不知道说啥了，咱打吧打吧打吧，我知道你是粉丝了，行吗？打吧打吧，我已经知道你是粉丝了，打吧，这领事哥们儿，他还不打，我去，我一下都挨不到，兄弟们，自来也哪有那么变态，摔都没摔下去，真的。妈呀，这自来也把我给烦死了，兄弟！天哪，兄弟，说实话，我是第一次在竞技场碰见自来也，我都不知道跟自来也怎么搞的，对吧？自来也这个技能简直是把我恶心死了。那是走位，你叫你飞天带霸体你不带，那哎呀，兄弟们，这那谁知道就能确定遇到自来也，对吧？你们这样子说。我去，确实挺残害自来也，咱也没想到去，咱们打了一晚上了，全是粉丝。不是，我真的，我今天连自来也都打不死，我也是醉了，兄弟。他还专门让我看动画，其实他哦，他没有替身哦，他没豆哦，我说了，我说他还专门让我看动画，他没有豆，兄弟，他没有豆。哦，我说了，我说了，我就说了，不可能啊。オカモドン。
我们要死了，兄弟们。我赢了，时间到了。我都说了，他这个阵容不行，他的自来也应该是个体验卡型的，他这个自来也应该是个体验卡，应该是个体验卡。我感觉应该是个体验卡，因为他后面两个带集中转，如果是有 S 对吧？你想，你有队友 S 的，你不可能说你还带着集中转对吧？你带转，咱不是看不起集中转，而是你要有厉害，你不可能去是吧？带个集中转，那家伙你。管饭了啊！啊，故意给我丢人头是吧，年轻人？行啊，我记住你了，年轻人，你做的很好。